如果喜欢我，就往我这里走一步。我刚刚是在助跑防御强化，攻击强化，龙之力，魔法结界，石之盾，猎豹之力。老大，可以开始了吗？等会儿还差点。技术流。氪金流。是我动手还是你自己来？食物挑战。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，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。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，啊，那是因为我关心。常常想你说的话是不是别有用心？我叫老沙，是一个经常收到差评的外卖员。不是因为我的服务不好，是因为我的长相。你好，您的外卖。给您搁门口了。您的外卖。保持微笑，保持微笑，嘿嘿。哎呦，别吃我，求求你了。你有一条新的点评。别的不是外卖，是一部惊悚片嘞。没事吧，小姑娘？谢谢你，大鲨鱼。真棒！真是好漂亮，太漂亮了，太帅了！鲨鱼叔叔，记得送给你。别叫叔叔，叫哥哥。说，我的外卖怎么还没到啊？加油啊，兄弟们！这是最后一个 BOSS 了。老大，不是不想拼啊，是实在打不过。不要放弃，就差一点了。是一点吧？可恶！
最后两张召唤卷轴，赌一把。难道是金色船？搞错了，再来。这画风才对吧？金色又如何？只是多两具高级尸体罢了。哎呀，这么多极品装备，不穿浪费了呀！你们继续。醒来吧，我的孩子们！让我来会会这些小可爱。躲开！呜呼！一起唱。该死的蝼蚁们！今天就让蝼蚁撼动你这棵大树。